哈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中草药，叫做牛膝，给大家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这就是牛膝，大家看一下，慢看它的表上看，很像牛的关节，还有一节一节的。牛膝入肝肾，有补肝肾的作用，逐瘀通络、阴火下行的作用，适用于腰膝酸软、筋骨不利的患者，也可以治疗牙龈肿痛、口舌生疮。这牛膝开的花，开的结的籽，牛膝根入药，冬天是茎叶枯萎时，可以把根拔出来，晒干切断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来观看，喜欢就关注我。